出现这舞台上，我特别希望就是我在前面，你在后边，因为你要在前面，我把这裙子踩下来，我这罪过大了。我跟你说，啊，我要在前面，你踩我，你就罪过大了。就是你这身衣服是哪儿定做的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自己人才这么说话。我老不知道他拿着哪个套让我钻进去。也别瞎说，哪有套的事这里头啊？这个优酷是咱们的老朋友了，是吧？前台后台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啊，好吧。我们只不过说了一个注意安全的话题，你这何必呢？啊，我问一下啊，刚才你说你还是喜欢胖子，我这不了解。我认识他快十年了，从他出道我就认识他，认识十年，那年他35啊。我保养的好啊，一直就问他，包括台下朋友们开玩笑，柳岩找男朋友找什么样的，他没改过口。我喜欢胖子，你怎么这么恨胖子呀？为什么呀？我就是喜欢呢。你这口太重了，你你管我？呵，你看你，哎呀，我看你怎么接。我不用怎么接，这个我觉得下一次再做牛人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告诉牛人，换一个女主持人吧。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目标。怎么了？真的，你实话实讲啊，其实现如今女主持人特别的缺少，能达到柳岩这样的都不容易。无所谓，啊，我现在拍戏去了。还拍戏不也拍那个吗？是吧？什么？哦，最近有这个十二星座离奇事件，7月13号，你别打断我，7月13号会全国上院线。这个是牛人发的片子，我管他呢。你跟我在一块的人，这就是这样啊，无耻啊！7月多少号？13号。好吧，跟优酷说一声，这个别剪，给他留着吧。7月13号，满世界上映啊！什么电影？12星座离奇事件，惊悚悬疑爱情小清新文艺于一体。你这样骗我有意思吗？真的，你说的是8个电影啊？真的都有。如果没有这些元素的话，12星座离奇事件2我拒演。我想起一个问题，我在微博上看过你们发这个戏的剧照。哎，那光着膀子那是你啊？我没光着膀子。哦，穿着拖鞋呢。嗯，就是有洗澡的戏嘛。哎，行了，可以了。我总不能穿着大衫洗啊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们一定去支持你啊。好。不过听柳岩说，看20分钟就可以了。我其实只不过是就是把你忘掉，你说要找下一个女主持的这个愿望啊。这个话题应该已经过去了。我们有请下一个节目。不，你提醒我，我又想起来了。啊，因为上来这个人就是顶替你来的。你看到他你会吓一跳。我觉得我不会让他出场，不管是身材相貌方方面面，我觉得不逊色于你。哎呀，你别这，你要后边死去。嗯，对，王学的王。来自哪里？我来自山东。山东什么地方？泰安，就在泰山脚底下。哦，来自山东泰安。对啊，这唱的真好啊。谢谢。他们说你还有一个专业，洗车是吧？啊，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洗车。还在干着这个呢？对。想没想过把那工作抛开，正式下海唱歌？嗯，音乐就是我的梦想，但是追求梦想的基础上，我还要踏踏实实的工作。嗯，好好洗车。谢谢。哎，其实有时候会觉得，说的是实话，命运不是那么公平。你会不会觉得，其实我自己唱的也不错，甚至我比电视上很多人可能唱的更好，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机会？心里会不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平衡和埋怨？如果没有我们优酷网的平台让更多人认识你的话，其实这次非常感谢优酷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是非常的荣幸。嗯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唱歌，没有去想过名和利，只要能站在舞台上为大家唱歌就开心了。对，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歌声。嗯，如果能唱完歌之后再能带来名和利就更好了吧。您非得套人家。我这人说话得罪人啊。其实我觉得你唱的可以考虑一下做的专业这方面的工作，有这个想法吗？想过就是下班以后晚上去酒吧唱歌，但是没那么就不能想着再档次高一些，比如洗浴。没有，对不起，我没出去玩过，我也不太了解。我觉得你条件肯定够。咱们这行是这样的，做艺人，3分能耐，6分运气，1分贵人扶持。
同样这么一个角色一个电影，让张三演也是演，柳岩演也是演，让谁演就是这个，你能理解我说的那个意思是吧？理解。因为这两天你看，我看电视剧《水浒传》，好多观众还说了，而且潘金莲这个柳岩要是演也一样能够如何如何，我深以为然。我没想要演潘金莲啊。啊是。我想要演武松。对，武松在快活林喝多了酒，咵脱一光膀子。哼。你也笑，你也笑，你也笑啊！嗯，这个见到郭老师开心哈？挺开心的，是吧？我见到你，我也挺开心的啊！谢谢。我知道王学曾经也上过我们的优酷《让梦想飞》的节目，其实，在节目当中他也提到过他的梦想和愿望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来，如果给你一个心愿的话，你最想达成什么？我就想能让我能把我妈接到北京来，然后呢来旅游，能听我唱歌。哎，这一句话让我非常的动容啊！他提到了他的妈妈。是我正好昨天还是我妈妈生日，我还给她在打电话啊啊，祝她生日快乐。太好了啊！送去我们一份祝福啊！来北京几年了？一年多。妈妈一次都没有来过。没有。今天妈妈来现场了，掌声有请她吧。来。啊，阿姨很开心啊。阿姨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啊、祝您永远健康。昨天吧，昨天。您拿他这说啊。昨天我儿子给我打电话，啊、祝我生日快乐。啊、嗯。所以我就和我的他的妹妹和他的表妹，俺三个一起来到北京。大家看多么好的一家人家。啊，他的妹妹在下边。我妹妹在下边吗？啊，你妹妹今天来了吗？妹妹也来了，是不是？在哪儿呢？妹妹也上来了。来了吗？在吗？来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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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没关系。上来没事儿。上来，你可以紧紧地拥抱郭德纲老师，把他撕了也可以。来，好漂亮啊，妹妹。啊，妹妹是不是也在北京啊？在念书吗？哦不，我已经上班了，也在北京，对不对？什么单位啊？不在北京。嗯。在哪里啊？在淄博。啊，做什么专业的？嗯，护士。啊，护士。嗯。哦。妹妹也非常优秀哈、啊。嗯，昨天跟妈妈一块过的生日，对不对？就是你陪着妈妈。对，是的。妈妈对你这个哥哥有什么样的评价，你知道吗？他有没有什么生日愿望，你知道的？嗯，我妈妈，你说我妈妈的，我妈妈的生日愿望应该就是一家人能够在一起。今天是圆梦的一个过程了。善良本分老实的一家人，不善言辞，看面相看得出来都是厚道人啊。阿姨打上来就没正眼看过我。阿姨，您狠狠地看看郭德纲老师，您觉得他长得帅吗？长得挺帅。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就不信了，比您老公还帅吗？没有这么比的啊。你让人说呀。好吧。挺帅的。哎，谢谢吧，谢谢吧，阿姨，您也是实在没什么可夸我的了。嗯，这样吧，对儿子有什么样的期望，阿姨？因为他歌唱得很好，他也有自己的音乐梦想，您支持吗？我支持，今天也是和我女儿来给他一个那个圆梦。嗯，达到达到气。哎，打气。啊、嗯，那你要不要号召我们优酷网的所有的网友都来支持儿子？都能够尽量的来听他唱歌，有一天也支持他开演唱会出唱片，要不要来了？拉拉人气，说几句。感谢。要干什么？别着急，等他们拍完了你再说啊。好，可以了啊，让人说话。嗯，我让你们拍，你们就拍啊。拍吧，来吧。好，停，可以了，来，阿姨。感谢朋友们都来支持我们全家。是，皆大欢喜啊！多说无益，这一句话说到根上了啊！来，大家都来支持一下王雪啊！妹妹也给哥哥说几句好不好？嗯，
我想对我哥哥说，嗯，加油，你是最棒的。谢谢，我现在还有点懵，我妈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没想到是吧？我问一下，你觉得你哥哥帅吗？帅。啊、哦，有女朋友了吗？没有。你希望你哥哥找一个什么样子的女朋友呢？我倒是喜欢胖的了。啊，对，你真能吃油腻的啊。这个我说了不算，他自己觉得好就好。好吧，你好，把灯给开开。我这个眼神你也别理我、啊你。你是不是骂我呀？没有，你骂我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我刚才在后边。郭老师眼神不好。啊，我刚跟柳岩还说了。我说这中国话说得太好了，对啊，还没有你好呢。哎，别别，你快跟我比，那单说，那但是你已经超过了60%的专业相声演员了，嗯，不可能吧？真的？你看，我一直在夸你，你有没有想说相声什么的？哎，你快拜郭老师为徒。你听你二师兄怎么说的？拜郭老师为徒。哦，对，你教我吧。你等会儿让他把这话重说一遍。快让郭老师拜你为徒！哎呀，八戒，你瞎说什么？好啊，嗯，他有这个相声演员的潜质，因为而且很有亲和力。来中国多少年了？快四年了。快四年了。对。我冒昧的问一下，芳龄几许？多大年纪？你猜？哎，这样，您先猜郭老师多大吧。你先猜我。你25。哎呀，他一说我眼泪都快下来，哪有25没了，我都26了。你猜他多大了？你真好，这脖子坎儿上，还有人喊73啊。人家说18。啊，你猜，你挺漂亮的啊。29吧。啊，19。29啊。你怎么知道比我大3岁呢？接下来该你了，你多大了？我26了，属牛的。你跟我一边大。来自哪里啊？家是哪里的？来自尼日利亚。什么？尼日利亚。尼日利亚。哦，尼日利亚是吧？哦，我这耳朵也有毛病，你别跟我上令啊。那个，他们说你会说绕口令是吗？我会说一点点吧。那就来一点点听听吧。吃葡萄葡萄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巴不葡萄皮。我第一次知道这段绕口令。你再说一遍对着他。哇，你好有才啊。你还别说，你们俩是真般配。是吗？祝你们幸福，这不得生个小斑马。这你也听得懂啊。来，那说点正经的吧。这个现在上学呢还是？我不是上学的，我是工作的。啊，在哪里啊？在北京工作，唱歌的吧。啊，唱歌的是吧？对。哦，那咱们算同行啊。咱们都算演艺圈同行。他唱歌啊。啊，收入怎么样？挣钱吗？肯定挣钱了，你觉得呢？人没什么多，就钱多。我们聊点别的吧，好吗？这唱得非常好，我没想到啊，没想到。而且你这个穿着国旗这个背心，我觉得特别让我觉得敬佩啊。对呀、啊。这个、哪儿买的？我也来一件应该。啊、你也要买？不是，他那件怎么就没有呢？他没有五角星了。是啊，没有。您瞧什么呢？哎、别瞎看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哎，老弟，来中国这么久了哈，其实有没有什么心愿呢？希望在中国完成的。你要想妈妈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把王学的妈妈请上来。可以吗？王学的妈妈。对呀、啊，有什么样的心愿啊？来了这么久了，其实可能离家乡也比较远，可能很少回家，对不对？说的什么呀？也不是特别想回家，因为对我来说，中国是我第二个故乡。哦、嗯，啊，然后呢，我就是我非常想过妈妈，因为我开始唱歌的时候，就是我妈妈是最支持我的啊。
我天天想他。哎哎哎，我们优酷网在尼日利亚也能上网看得到吗？就是肯定的。对，有没有什么话跟妈妈说？哎，你如果用家乡话讲的话，麻烦你翻译一下。我来翻译，你翻译吧。好的。那么，阿卓明弗鲁给，我爱哈托米，想弗鲁给，翻译吧。他说的是上优酷就可以看到我。我没说这个。其实还真是是这个意思，那你再用中文说一遍吧，让我们也感受到。就是妈妈，我非常非常想你啊，我很想见你啊，我希望你能来中国看我吧。优酷网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的。啊，他这边说的我没听清楚。好了，好弟，谢谢你，谢谢好弟，谢谢好弟，非常可爱开朗的小伙子，谢谢你们。好活泼哦。你男朋友走了。你今儿给我介绍了几个，没一个靠谱的。是吗？嗯，还有一个已婚，孩子都三岁的。慢慢。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我没有什么话要说，我只能默默地祝你幸福。接下来这个怎么样？我也会尽量在监视器前默默监视器前默默地关注他的表现。监视器旁边有一个监视器。哦，吓我一跳啊。对啊。嗯，因为这位呢，我以为有人监视着咱们呢。接下来这位呢，也是优酷牛人，他的嘴皮子功力不一定比你差，因为他是我们的饶舌歌手，我们欢迎优酷牛人张博，来有请。嗯，这个钱怎么花？交给我的母亲。啊，来，我一会儿转交了啊。好。您不太这样。我认识阿姨啊。但是有了这笔梦想基金，是不是觉得朝梦想就会更加坚定了呢？对，然后我再借这个机会，跟所有有梦想的朋友们说一句，只要你们能坚持不放弃，把梦想握在你们手里，你们就能成功。嗯，说得好。加薪。加薪，今天加薪了啊。这个钱打算怎么花？这个钱呢，可首先是交给我妈妈。你这个钱也交给她妈妈？她这俩不是一家子吧？人有不是啊。哎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看我妈要买些什么东西吧。剩下的呢？嗯，你就没想到支持一下中国的相声事业吗？不带这样的。哎，嘉欣，嘉欣，其实我们会想到第一时间梦想基金，应该你会想要去买自己的乐器。他已经敲惯了那塑料的了。没有了，但是你真的很孝顺。为什么你觉得妈妈会需要这笔钱呢？因为现在我们呢已经有一位广州的网友送我们的一套鼓，所以说呢，我觉得我现在没有什么东西要买的，所以就把钱交给妈妈了。哎呦，哦，姚同学，谢谢，这是个好孩子啊！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的领导们，可以先休息一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王雪嘉欣，谢谢我们的三位领导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！哎，真的，谢谢，也要特别借着我们的优酷，哎呀，这就走了，也没喝口水啊。郭老师，你看网络那头，特别是我们优酷网的网友，还是有很多支持梦想的好心人。对啊，你看刘嘉欣的鼓就是由我们广州的网友特别赞助的。嗯，你说的广州俩字，你眼睛都放光了啊！他也是广州人啊。对啊，我在广州长大嘛，所以其实对广州这个城市也很有感情。你也可以呼吁一下，让优酷的网友支持您的相声事业。别，行。大家能愿意听，我觉得就支持了，不能让人又买票又给买东西，不合适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买。谢谢啊，玩笑说玩笑，这么多年来大家对我们已经非常的支持了，万分感谢。嗯，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的牛人盛典呢，精彩还将继续，接下来到达了我们的最后一个篇章，为我自豪。来，我们可以请几位朋友。等一下，拿人来当什么？不会荡秋千啊，不会拿人来荡秋千啊。我们管这叫跳绳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主持今天这个，你给优酷多少钱？你准花钱了，我告诉你吧。一会儿我问问古总，真的，我找他分账去。我，来吧，咱们接着开始好吗？好啊。
到底要不要请大家上来玩呢？哎呀，我的，我要吐了，我告诉你。有没有人愿意上来跟我们一块来玩一玩？有没有跳绳方面的高手？有吗？可以上来。来来来，有举手的，来来来，哎，这跳绳一会儿谁能跳第一，你们可以拥抱留言啊。哦，女孩。大力强吻郭德纲。哎呀，好，你好，我不能啊，下回往这边来，哎，啊，你这、哎、这边来。好，有三位都奔柳岩去了，你们这是啊？这个都会跳绳吗？会。好，可以可以。穿得很运动，今天啊，你也你这个表情很怪异啊。他奔着您来的。哦，这更怪异这个啊。来，四位站好，来来来，这个今天来的都是牛人，场里场外，楼上楼下，我估计没有两把刷子不敢跟这待着是吧？哎。哦，这边还有，快来快来。哎呀。太好了啊，好多人啊，来来 来往这边站，往这边站，来来来来，哎，这个来站好，胸前还写着低调啊。哎，我们请老师到前面来一点好了，老师被淹没了。我们那几位，对，带着绳子到前面来啊。对，你们那憋着勒谁呢？那是啊。哎，大家一起跟你们这么专业的人来互动，有没有一种什么比较方便的办法？有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过去啊。哦，太好了啊。哦，你们先作为示范。哎，小心后面有人。哎，对，那低调那几位往后来啊，这一下抽上就高调了。是带着人进来一块跳是不是？哦哦，哦，这样子好玩。哎哎，郭老师，哎，来一个，这太好了这个。来来来，你过来我过去好吗？来，我其实平时很强的，我今天鞋不行，你把鞋脱了。不行，我裙子不行。来啊，郭老师，来，郭老师来，没有我不行，我会把衣服跳掉的。来来来，一个一个来，谁愿意尝试？我成功了，还有谁敢来？强吻郭德纲啦！咱们是这样的啊，你们五位。重在参与，已经都跳过来了，不管跳三个也好，跳五也好，你们是今天的胜利者啊！你们是愿意拥抱我，是愿意拥抱柳岩，都可以。我 OK， 我 OK。上上，还等什么？快去，走那边，走走，快去那边去，去，快点，快去。有一个人不抱我就走过去了，你别以为我没看见。有一个人没抱是吗？嗯。啊，不要紧的，有没有愿意上来抱一下的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谢谢谢谢。你中奖了。接下来我们应该还抱谁了？那个，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这还跟人客气呢，那谢谢吧啊，回去歇会儿吧啊，抱着好常来啊。我有点难过。是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这事闹的。我们好了，哎，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组哦，最后一组非常非常精彩的优酷牛人串烧表演，来。